你逆转经脉，逼自己吐血，这招瞒天过海用的实在啊，骗得京城所有的大夫。若不是在下常年为江湖人士治病，还真以为你中了什么奇毒呢。林兄果然医术了得，我瞒不过你。不过你知道也没有关系，你也算是半个墨家人了。我信得过你。能得公子信任，是在下的荣幸。公子只需服药三天。 内伤便可痊愈，不过为何要瞒着老夫人呢？明天就是官库招标了，我让我娘代替我去参加。如果她知道我没事的话，定会让别人看出端倪。我不得不瞒着她。莫公子做这出戏是想……林兄，我可能需要出去一趟，希望你帮我圆一个谎。倘若…… 待会儿有人过来探望，你就假借说我需要休息，不方便打搅，打发走便好。好。这条路上没什么护卫的吧？少爷放心，这里没安排人巡逻。剑生，你继续派人盯着林玉泉，如果林玉泉有什么异动的话，杀了他。诺。 是乙亥年四月生的，林可大哥，我们不是兄妹，你可以喜欢我了。不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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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林兄，快救人！怎么回事？救人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刚才去安排事情，路过不弃的房间，看到一个黑衣人从他的房间里出来，我进去一看，他就已经奄奄一息了。 见的就是不弃的尸体了，那还有救没有？怕是有解药也迟了。银针护脉只能护住他胸口的一口气。
怕是再过几个时辰，这口气也散了。 又是对我的人干的，一定是对付我的人毒杀的不弃，对不对？林兄，我把不弃送回房间，你就当从来没有给他医治过。 不弃，我知道是我娘害死你，可她是我娘。明天就是棺椁招标，我有我的计划，我不能让齐王爷知道。 这个是你最喜欢的兔耳灯，大哥每一年都会烧花给你。大哥，你没事。 对不起你。 我不该把你带到京城来，或许你还能在西周府做一个快乐的小乞丐，你还能做一个快乐的人。 是大哥对不起你，是大哥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少爷，这是您要的有关碧罗天的所有记录。 少爷，刚刚我听侍卫们在讨论，说莫府出事了。怎么了？莫若飞被毒杀，危在旦夕，听说活不过三天了。那不起呢？不起没事吧？
应该没事儿。如果有事儿的话，幕府肯定会第一时间禀报王府。抓到是谁下的毒吗？还没有。走，去幕府看看。玉儿，王爷让你过去一趟。师父。